我们要矜持一点，我们是女生。大家好，我是 B， 我最近。你好，你好 ，B， 好久不见。最近很忙哈，除了个人，还有一个团体。对对对。哎呀，笑起来好迷人啊！怎么办？我现在觉得害羞。好了，不行，我要正经一点，回归到我的工作岗位，好不好？首次参加我们宠爱女人节，有没有什么感想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其实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，就突然想起，也想起我妈妈。因为我妈妈也是我跟我弟弟从小就是比较多的时间是跟妈妈一起，然后爸爸就是比较多的时间在国外，对，所以也是想起我妈妈，对，妈妈们很伟大。真的，母亲节快到了，有没有想好要怎样帮妈妈庆祝，宠爱一下妈妈，对不对？还是秘密不能说，就是没有，我的最多功劳就是最好的礼物就是寄钱给你。哦，但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我是B的妈妈，我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真的觉得是最好的礼物啦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。哦，还是你们大家比较想要当他女朋友。不过我帮你们问个问题好不好？请问一下B啊，你平常这么迷人，你是如何宠爱身边的女性朋友或另一半？你知道我一直觉得，你知道前阵子不是来自星星你很红，然后我就在脑袋里面想说，如果来自星星你要拍台湾版本，我觉得必超适合当都敏俊的，对不对？都敏俊 B， 求爱，求爱，对，是不是他的气质整个就是一个王子？对，哇，谢谢。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拍戏的话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，对不对？经历称颂就是好不好？不要来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好吗 ？B， 接下来带来什么精彩的歌曲吗？今天带来一首抒情歌。抒情歌要唱情歌给大家听了。我知道大家都会幸福的 ，I know， 兄弟们。